Russell 还能不能下载？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什么，就是昨天看了个好厉害的巨牛，BGM 怎么样了？他声音在哪里看？那边有声音，有点，我看一下哪里找声音。啦啦啦啦啦啦啦！欢迎虎哥 ，Hello，Hello 呀，分心哦 ，Hello，Hello，Hello。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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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拉人都拉了好早，那我也早点拉。你看这个，看特别牛。这首歌好好听，没钱姐妹，呀呀呀，我没钱，那没钱，我周末没钱，我一到周末就去玩，哦，带我出去玩了是吧？好厉害，他什么怪的，他是不是有魔法，真的他手好顺啊，你看他的手，他巨牛。大家好呀，大家好呀。我觉得那个叫什么风金毛掉色呀，我本来染的很，本来染的一个色就很难，我有染的色都变绿色，有可能是绿色，我现在是绿色，第二王肯定啊，第二王杰伦，杰伦是吧，杰伦桃子来了是吧，这很厉害，杰伦绝了，桃子的是吧，这个会唯一感兴趣的游戏，这个是我上学时候唯一玩的游戏，所以年龄的摆着，年轻时候太燥了，天天燥，天天燥，回春了，回得挺好，回挺好。
山是会拍的，一看就是。一看照片就是很王宝强不太稳定，我先开开头都很有大胆，聊的就是点，今天这回人头都不用买，人头都用满，再厉害的都有破用。上来点呀，我们给打卡打卡啦！来来来，今天要冲二十万，兄弟们，守个交上心啊，兄弟们啊！今天好好搞喽，好好搞一搞。我眼睛都酸，你们最近怎么看我眼睛都会酸？就是一天不是七天吗？你就去除两个最低的。对呀、啊，就是五天嘛。五天，五天二星就可以啊。五天二星就可以啊，其他两天不算。五天三星。五天二星就可以啊。那四天二星呢？四天二星不行吗？不行，要掉了。不行的。连续两周。没到三星就要掉了，四天二星就是一星，五星就是一星。谢我守护的八运好运，谢谢四四的射手卡。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不搞那个潘多拉了吗？我最好黑。高雅呀，开个局吧。开个局，兄弟们，我们今天二十冲一冲啊，冲二保三，冲二保三。我觉得你好黑，我们今天晚上要宰我们就宰那个叫什么来着，收海鸡好不好？今天有点在一个跑步吧，不是本人啊，卡回开跑，进来给我丢个荧光棒，开跑，开打，小头吧，我不知道我以后练成之后会往哪个的方向走，都往说我是往那个牛长筋的方向，我觉得不像。欢迎老板，做人的是我十一个的夏日火鸡和心动火鸡，谢谢。做了超跑团，我手猪啊。什么猪啊？超跑团。谢谢十一个的火鸡。印象飞机还是双倍哦。印象飞机还是双倍。好吧。凡凡看着我跳，雪蛋。哇，他又直接。他一。感谢戴哥的水晶超跑，谢谢戴哥。说什么有六千啊？说什么有六千？来走走走，兄弟们，把音给飙过了，还差一点。过过一星，兄弟们，差14个头，14个头。欢迎先下头，不要总和小数。完，遥控器没反应，没电了。人寿寿寿寿寿，感谢戴哥，谢谢我戴哥，谢谢戴哥。谢谢戴哥，感谢戴哥。是你在说别的平台，当然不。哎呦，哎呦，起来了，这么凶！啊，谢谢十一个的夏日火鸡和水晶火弹，还有新的火鸡，谢谢。来两小时。展望一下。十一个，谢谢。哎呀，每次做。把它操了吧，有哥哥在真好，谢谢十一个的火箭箭，谢谢。我撑不住，你要睡觉了吗？谢谢戴哥，感谢戴哥呀，谢谢。你是不是还没有洗白白？戴哥拿起来了，谢谢戴哥的山水珠峰，谢谢戴哥。谢谢戴哥的山水初逢，我们把人都凑齐啊，兄弟们！谢谢戴哥的魔盒，一星给他秒了。影片很重，来人了！老板，谢谢老虎，帮我们十一个眼皮蹭一下，让他去逃 PK 结束。人哥都秒出一千了，十块出一千，说明真的不错，最近直播间。像忘记别的朋友，十块都能出1000万，哪个？啊，对呀、啊。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凤凰是吧？这好像是那个，对对对对。那什么卡通？感谢戴哥，谢谢戴哥，谢谢戴哥的两个山猪王，谢谢戴哥通信卡，谢谢白宇哥哥，谢谢白宇哥哥，还差一个人头啊。
一起马上过，马上过，就差一百块。好极了。需要提点服务，需要提的还是我呀，真是。没打卡的兄弟，我们打打卡。没打卡的兄弟，感谢戴哥的三十封，谢谢戴哥。来，二十神童又来了，感谢戴哥，谢谢白宇，谢谢鱼鱼，不管鱼的事，感谢。秒过，这是。晚上再耍俩手啊，冲压低。谢君明哥，什么人？谢谢玉鱼，谢谢玉鱼，感谢戴哥的旅行包，又开始抽了。谢谢玉的小画家。欢迎与你是真的帅，欢迎雨凡。谢谢白羊的幽梦，谢谢依依，叶成毅。我休息吧，到点了，还想。好，休息。拉掉。皮加一万出了钱。啊，那个好像挺好出的。好像星期一的时候，还是星期二的时候，也出了。出了什么？就现在的。那我去上个厕所去。还差八个人头，人头还差一点点吧，把人头凑到二十七，就差一点点，凑一凑，凑一凑，凑一凑。欢迎刷掉哥哥。去海边当然要穿人字拖。小温馨家大哥都不在啊！小卡拉咪，那不是很正常？可能晚一点就来。就没有人抄一下凡凡吗？只有水哥能抄吗？怎么都指着我呀？你平常这么猛的？这回大哥不在。都不在。嗯。说是都不在，一个超火的射手，兄弟们怎么看？你们怎么看？他们不熟，我该丢了。他甚至人都不在。嗯。他说不熟。欢迎吴昕。四个人头，兄弟们，来不熟，一人来不熟，出两个。怎么说？很安静，很安静。嗯，还有一分钟，我跟温馨两个好惨了。五个人他才打不进，哪有啊？只是温馨家没有上而已，上了肯定能掉的。真快，还有40秒，雪哥给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又不是噗噗。我就上个厕所洗啦，我怎么可能要洗手，不信你闻一下。不信你舔一下有没有自来水的味道。
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哎呦，他那一下奖励吧。哼，真的在那。我不是人。嗯，大家就来个20个开合跳吧。我罚所有吗？对。20个开合跳吧。不用做啊，二十开的。小明，小明。啊，61。二十个，他那个新电脑离他好远啊，感觉。干啥呢？来吧，开分。那个山水一下，玄山小银。你这头发是自己的吗？盘上去的。我对，是的。我天哪，自己盘的。明天你们什么？好的。什么安排呀、啊？三个。小一族。双鱼选雪哥是吧？是的。OK。怎么有两个 BGM 啊？不知道谁在放，谁在放？你放。那你放吧。我点错了，错了，你来。来。那我选人，选人。让神了一下。我跟圆圆一组。第二把，兄弟们。有一点点哦。我不知道，清唱，他只有两分钟，你说我唱什么？戴哥，你安排一个，去线，这线不简单了，出了一个概念。我估计那边是不是都在唱说唱？明天加班，哎、哦那个，你们是经常加班，还是因为这段时间调休要加班啊？我估计他要去，我师兄是魏远的嘛，就是那个唱玫瑰少年的，我师兄啊。我觉得他是要去的。今天小玩什么？圆圆，我想想，高抬腿吧。好。他真的好狠哎！我真的好怕圆圆。抬吧。啊！这很多人都说。抬吧。我打死你，你肯定进不了。我打死你，有可能，你也可能进。我也怕。清唱还可以。我腿疼。我在想小明这个阿斯皮这个球佛怎么唱，自己在那摇，上去摇。没有这版啊啊啊啊！我知道，就忙说巨忙那种是吧？可惜啊，要不要去不了？要不要去不了？有点可惜啊。救我啊！看来今天大家都很委屈。你们都在干什么？怎么好像在挂机？跪下求佛。第六名哥，哦，哎呀，这是他的吗？坐着。他们说富二代的儿子都喜欢学金融行业，难道我三文哥？啊？叫小英很多哎，好像还有个叫什么？我是小英。我三文哥肯定是富一代。啊，就我，好累呀、啊。好，微信加上。老圆圆，快喊蘑菇哥出战！兄弟们，冲头！二星冲头！冲头！家人，哥哥来了！对，你可以编个舞蹈。不会跳的话，就放大没有啊？唱跳赛道吗？你好心都有唱跳赛道吗？跟我北漂放羊玩。来，明哥来唱一段，明哥，快来！这是三狠哥的，两个三岁厨房，谢谢。谢谢三狠哥的平安箱嘛，谢谢我 S 哥的 WiFi 店啊，谢谢。哇，你今天开挂了耶！你今天、啊、
三文哥不要停。这是 S 哥的为爱发电，谢谢。他出了个浪漫烟花，这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砸弹吗 ？S 哥还是贴皮啊？我们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好久没见，我名字都忘了，好尴尬。现成的你应该记得的，你想想那个就那一张的比赛第三十场我好久没见了，服了。啊，对，千年，千年搜索，八百年没有见过那个，好难出。好，连续几百万，不可能的。这小王没这个天赋。差的不是很多，差的不是很多。他才一百亿，没有这种，感觉暴力还是差一点的，再找一个特点。不要问他自己的特点。雪哥，雪哥。我们要被抄了耶！把麦打开一下。啊。我们先超过熊小姨吧，不能挂下。妹妹，妹妹选了我，我们还是努努力力，兄弟啊！来不走，来不走，来不走！我们现在一票，一票。S 哥呢？谢谢 S 哥的心动飞机，谢谢。哎，我这是那个大白车，我怎么是 S 哥的新的粉丝啊？感谢196来扶手啊，兄弟们呐！来，问现在我觉得很稳。谢谢那个大白车火箭，谢谢，谢谢黑鸡。感谢老白云的蓝头，谢老白云，谢老白的百年，好了，欢迎唐叔哥。你知道吗，三文哥，昨天有人想砸那个水晶鞋，你知道吗？就很想砸，然后砸半天砸不出来，就那个魔盒那东西。十块的更稳，还是一百的好处啊？感谢回忆凋零，谢谢陈浩宇。十一哥哥，谢谢回忆凋零，谢谢回忆凋零。我到底，我得头昏了。出两个可以到第二轮啊！哦，出货了，出货了！恭喜戴哥，恭喜戴哥，小爷爷的，好的，好的。我睡着了，然后又醒了。你是我见过失眠到醒来之后最快的一位好哥哥。睡眠质量好，他睡眠质量不咋地吧？谢谢戴哥。戴哥是好久没出过钱了。用的是哪款502呀？就没出过钱吗？混子。这近期啊，近期好像没出啊。感谢戴哥，谢谢戴哥。谢谢戴哥，谢谢戴哥。近期好像。我刚才睡了，这个叫非睡不可吗？把我黑笔都能说得上。谢谢大家三十宝，近期禁欲是吧？没吩咐。近期，但是头太疼了。但是那个出的多呀。毛头变亮，东边不亮西边亮嘛。不准下给我拿卡。我发现我喝小瓶水喝很快。我喝那种很大一瓶的，我根本喝不下去。有欲望就要冲，对，该冲就冲啊！不要控制自己，要憋出问题。前面那样憋大了，真的戴哥，我不开玩笑。我估计我都是憋出来的。大瓶，我不喝大瓶的。你干嘛把我说那么酸啊？
不是很多呀。那我看啊，孙小鱼，孙小鱼就喜欢喝那瓶的怡宝，你不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喝不了，我出去玩去了。哎呀，别出毛病。所以说，来个球，再来个球。你可以把那个条注意一下，走一走嘛。嗯。拜拜拜。对，他喜欢喝很大瓶的怡宝哎。这个挺白的，嗯，我觉得可以再试一下。马上要出新的炸弹了，马上要出新的炸弹，关于那个七夕的炸弹好像。哦，对哦，他会觉得你每个就是主播后面都带个宝字，你知道吗？萌宝，应该就是隔两。我估计明天后天20号出发开始的，嗯，20号出我估计是，我休息了，嗯，对对对 S 的是是是，还有30秒，救一下兄弟们，救一下，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吧，来吧，来吧！哎，白羊去了。好。好。穿银色衣服比较亮吧？能够出来。比较亮那种。不让我动的。刚吃晚饭是吧？今天流行小孩，反正经常跟小孩一起睡。那我们也20开个跳吧。晚饭呢？加10吧。要问小孩了，小孩等他的。小孩最近都不来了，都没在这边住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了。这衣服有点危给我的吗？七夕好像是那个免费的，有免费的荧光棒，其实有的。我们再来一把3v3的，这个温馨和凡凡，你们在小姨和麦雪哥里面选一个。温馨先选吧。嗯，你先选吧。你俩。没事没事，你来你来你来，有一个给我好了。你俩一组的。那出的时候是？我选小姨。OK， 他不说他的衣服比较不方便跳吗？比较不方便跳。喊不听的，真的，小明喊不听的。我想看他啊，一天喝。他妈的裙子是什么样子？那这里面的荧光棒好像需要你砸蛋才会有的。你问小明，如果明天。来个手枪乐队的嘛，枪花，我们搞个手枪乐队，可能就是如果明天世界末日，问小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喝一箱可乐。咱家有什么名号吗？我有什么名号吗？没有哎，小废物。我们开个局吧。我都想。他们一直说我是废物。就要说到 S 哥那个梗了，他说他有时在我直播间打了 FW 两个字，于是乎我就理解成了废物。你为什么戴墨镜啊？谢谢琥珀的卡片。不想化妆，对。对，然后我理解成了废物，凡姐称号太多。我为啥都闭麦了？我最近我们中间我最近好像就小废物。闭麦了，姐妹们，我们中间玩什么？跑步来吧。OK。主要他们每天看到我时间太短了，你知道吗？就还没有，就是
进入到那个起外号的状态，然后我就下播，第二天还不一定见得到我。我看到那个数据了，给我吓坏了。炸鸡，哇，你说的给我说饿了，真的。待会儿吃个蛋炒饭。肥肠，火爆。就有时候评论员挺好玩，但是我觉得评论员真的会被打。为啥有着被画圈的感觉？没有啊，这就是有些时候生活就需要一些梗嘛，所以就很搞笑嘛，就很搞笑。对，不接，真的。很久没跳舞了，对，我好久没跳了，我可能都忘了，我待会儿跳一下。那个音乐我看会不会了？待会儿给你们试试好吧？试一下，试一下。感谢西尾。稿子也有，还给猫跑步机。没有，我到我倒没有了，还好。待会儿表演一下，戴哥，不多说了。我猫要懂事一点的话，它要帮我做惩罚就好了。真忘了，真忘。哦，吹笛子，烧吧你。二手就行。我给你整点高级的，他平常。机器是猫是吧？不是啊，真的是有猫哎。别想，别想。难道你不知道吗？欢迎逍遥。增长这个。而且我真的很喜欢猫，我真的很喜欢叮当猫。逍遥，你能把麦打开不？吉他 solo 我会啊。没钱呀、啊！我再让你搜一把。我真的是。先没人管我。我想去买把电吉他，真的有点想买把电吉他。我这样的时候，说不定可以跟杜宾合拍一。没那么温和嘛。有那种温和可以调嘛？效果器嘛，可以调的。啥想要啥音色都有。你们怎么不休息啊？人家叫哆啦 A 梦，就是你不是养狗了吗？狗狗已经挂掉了，你不知道吗？对，你不知道。光顾跑步了，先看人家手法。哎，我待会儿试试。我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吹拉弹唱样样都来。那怎么会有主播给他刷200万呢？吓我一跳！好困呀，这个。好用。Smart, 眼睛睁开了。大旭，旭旭，昨天不是首秀吗？不是直播台，我好困。他太牛了，好困。首秀困的都还在坚持，你播到几点了？我播到一点，我快结束了。700多，真好。我快熬到头了。需要一个下午播吗？现在该养猫了。下午没播呢。一般都是两。你要养猫吗？你不是应该养我吗？我没有吧，不一定啊，我看好多人都没有。像你刚才我一样惊讶。什么早上下午算了，他们根本不关心我。我明天休息，我还不要凉。他们根本不关心我，话不用多说。跟不关心我的人何必多言，说的时候他还会觉得你好烦。还不算好，没事没事，我都理解。什么事儿了？哎，你是在谁直播间？是一个叫雅典娜的网红，某音乐大的那个，是吗？哦，是哪里的？哪里的网红？就他原来是那个什么选美小姐季军吧，然后在某音上面有100多万粉丝。给骗过去嘎了都，回不来了，好吓人。三月份是今年上，还是我们这儿安全？被打了，被闺蜜骗来了，我天哪！被所谓的闺蜜，那不是网上认识的啥闺蜜？太吓人了，太吓人了。朋友还是要不出门好一点，还是在家里。现实中吓人。你现实生活中都可能有，你就是要骗你，就是不分网上和现实，就是要骗你，还是要自己警惕，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对，嗯，特别是女孩子。那女的去那里一去就被轮了，多惨啊！这你都知道？你想一想嘛，那个穷地方看到那么漂亮的美女，能不那种吗？很正常。太离奇了，也不离奇，现在啥不可能发生的。Hello 呀，半君。没有，他们就说那个缅甸好像被骗去之后干嘛干嘛的，对。啊，这个背子背的有点凶啊！啊，什么？好，胜负已分。我骗，但我没骗，没骗过你。那不至于，那不至于骗我。嗯哼，嗯。来吧，发来个30秒的才艺吧。好，30秒，雪哥先来。那个是真的是，30秒会太难，不是啊，就是保护自己的意识太低了吧。我为什么才艺？但是还有那种就是想去缅甸干诈骗之类的，但是因为不会扣键盘，然后被退了回来。啊？你们先来吧。不知道，搜了。谢谢谢大家。我说我拿不出来。谢谢二哥。一样的，可就唱歌这么好听，这不让他唱一首，这怎么能放过他？想问自己。唱半首怎么着？我想。不要放过他。我看了，就是他唱的《楚小姨》。那你们先。凡和楚小姨是唱首，圆圆和雪哥是唱歌，那我这是。算死不得了。哎呦呦，这什么？你说哪个不喜欢穿内衣？我很喜欢这个。怎么说你们都这么礼让吗？那我先来了。你唱吧唱吧。我是要准备的。对他是应该没有看过骚四胎吧。做开放方法吧。多少个？那就30个。不耽误他唱歌时间。愿意靠向你亲近。
也许此生可以揾前生，暂无盼盼天晚。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当珍惜此际，每每恨着我失心。只因你肯过我的旅行，对你再不憎恨，恨见了都不痛心。如何站起你说的对白，想令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此生已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沉满心中的泪印。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恨尽你身心。只因你肯按我的旅行，对你再不憎恨，恨见了都不痛心。如何站起你说的对白，想令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此生已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浸满心中的泪印。好，好好，你标准圆圆哪里呢？武汉。可以，那我也来了。粤语歌。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长粗不快吧，是与期盼要落差，千不必惊怕，我仍然为你静聆听，仍然紧守于身边，与你尽退也共鸣，时日会蔓延再蔓延，某些不可改变的改变，如一些不要发现的发现，就这么放大了缺点，来让我问谁可决定，那些东西叫做完美之事，我只懂得爱你在每天，当潮流爱心鲜，当朋友爱标签，红得伴着你我，是我心的字。当恨言再尖酸，给他妒忌多点，任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条件，谁要可清楚看见。总会有缺憾，如果把甘心开吻，吻多嘴嘴会叫内心一种错礼行，笑何妨与你又重温，仍然我算我庆幸，你心多别人期待你目圆再目圆，旁邂那巴比达船的达船，坐也是可以约定的约定，就抱歉以后每一天。其实你电影都发现，我有很多未达完美事迹，我只懂得在努力每天。
谢谢谢谢谢谢，窗帘好听耶，好好听啊，是不花钱能听到的吗？好听好听，花钱先走了先走了，这首歌叫什么饭，这首歌是陈奕迅的无条件，对对对，挂个弹幕吧，麻烦我们找什么，挂个弹幕吧，挂什么，挂一个欧西都去反三家，挂三条，好的，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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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两天要去约剃头发，头发太结了。我这两天每次梳着梳着，我头发都掉下来。对对对，因为我马上我有半个多月没有那个做护理了，因为那个人他有事儿，然后然后回来的时候我直接把头发重接一下，咋有点脱发，就是接头发掉下来，就接头发，不是我自己头发。然后就是一个晚上过去，对啊，Tell a bitch I can't jump this evil Knievel, I'm about to run you down the church in the steeple, been baptized in Hollywood in the cathedral, the power of Christ compels me, I'm a demon, keep singing hallelujah, nothing can save us, goddamn perfection in his image he made us, yo Jesus take the wheel, I'm going through phases, the bitch that was she did her grave desecrated,但是没有办法，我很喜欢长头发，我自己头发长不了很长。Can you believe it? I'm about to blow your fucking head through the ceiling. I'm getting sued because my mom has been tweeting. Don't fucking tell me that I'm dealing with reason. Yeah, I'm possessive. Maybe I'm possessed, bitch. Fuck yeah, I'm selfish. Shut up, eat your breakfast. I will kill for secrets. 这个很难猜吗？这不就那谁吗？就是那个电池大王家。家皇他是之前做电池的呀，不是家皇啊，是宝宝，他为什么戴面具啊，他不是喉咙到了吗，刚才有个耳环不知道掉哪去了，对啊，家皇啊，是因为他那个被那个罚了吗，是被罚了吗，
capy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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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s my mouth, capybara feels the groove, capybara keep my mood。你们怎么都刷他？我没刷他。Capybara, capy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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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ybara.我去关注一下，那他还在这个公会。看一眼这里，为什么要看我一眼？就一眼，有人在后面要挟你吗？我在想我们找谁 PK 一下，你有推荐的人选吗？那姐在，你在 K 呢？还在？我明天十二点钟约的那个做护理，做那个手护理和妆，玩不玩呀？要早起嘛，我就最近每次其实我醒挺早的，然后在床上躺着睡着了，懂吗？你跟轩轩讲一下，你说我打单 PK 打完之后我下播播了，还是说你们觉得是打多人呢，还是说打那个单人？就是就不是
你们知道吗？我就是前也不是前段时间了，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但是我觉得过很爽，因为我手上这里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就感觉好像茧的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就没打球去了。对，磨的，然后就一直没有好嘛，然后你都不知道那个就是那个日式他们帮忙那个做护理那个地方好呢，因为我天天都约不到，然后我打算这次把里面的钱都用完，这次把里面的钱用完，用完之后我就不在他家办卡了。对，他每次啊，我跟你们讲啊，哎，我手机呢？我每次跟他约我都约不到，然后他每次让我去中山路那边，然后那边我就超远的，我不想去。我打算这次把我的钱用完之后，我就不在那边了，我就找一个再近一点的地方。我手机在充电，不好意思，老了。下次换电也别办卡，但是办卡没折扣。你每次说他如果说充两千，他给你打八折，我觉得我肯定能用完，然后我觉得挺划算的，我就会办。你要一次一次的话，他按原价，不是挺亏的吗？我现在还好，我也不断办卡。上次游泳馆我也没办卡。你好像干啥都办个卡，我没有啊。我健身房我就没有办卡了，然后我普拉提课没上，我也没办卡了。我打球也是单次付费。对啊，然后除了做美甲，哦对，我头发护理也没有办卡，快夸夸我。我从他护理没有，因为那个我总觉得他老想诓我钱，他的意图特别的明显，他不像别人很含蓄，每次他送我这送我那，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那时候在上海确实到处办卡，他每次送我个护理，他说小姐姐下次过来送你个护理，他还送鱼子酱，他不送哥室内鞋，他送我鱼子酱。他说等你下次我给你送个鱼子酱，然后每次搞得我好不好意思你知道吗，但是我还是没有办卡。但是我还是没有办卡，他送了我两次你知道吗。送了我两次了。啊，有时候我接头发做护理，我说你护理也送我吧。能白嫖绝不付费。搞得我特别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就这种人他情商很高，会 把你搞得很内疚，然后你就没办法，算了吧，还是办个卡吧。他真的是大师送，因为那个鱼子酱他好像单次要1000多，1300-1400这样子的，1400我忘记了，每次不是我姐付钱吗，我就忘记了，然后他还送我两次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人的情商有点高，就不要不要，气死他。是吧，我也觉得。
Miami, deep muddy water, stick carry my cane. Right pocket got money, left pocket cocaine. Bulletproof white Cadillac riding in the tank. I'm a dirty boy, baby, from dirty boy with a dirty cane. Slide down your block, light it up. I got ice all over my body, looking like a snowman. Big rocks in the grill, dancing like a slow jam. 真的，你们真的，哈哈哈哈，向你们学习。向你们学习。这是你们在外面钓女孩子的方法吗？确实挺贱的，小真贱。我觉得我这个发型特别好看。还是我最近头发没做护理，不想放下来。这个歌我好喜欢，听说 Jenny 好像出演了这个电影。
的那个雅典娜。Screaming out, calling me. It's my fault, made you fall for me. So to save you, I give my all. Just to save you, I give all of me. I can hear you screaming out, calling me. It's my fault, made you fall for me. So to save you, I give my all. You fell for me, I count on you when times are tough. Instead of holding you down, I should lift you up.Always did wipe your tears. I hate to see you cry. If you tell me to jump, I'll ask you how high. I know sometimes it'd be hard for me to tell the truth, but I go through any obstacle to get to you. I'm not materialistic, but I got a thing for you. Treat the world like my guitar. 我封面有没有换一下？你们觉得？我想换个什么封面吧？哎，我手机呢？我手机刚刚说。什么封面呢？哪有手机？你觉得这种 AI 的可以吗？但这好像是竖屏的。过不了是这个呢？是啊，这个。Man, come on, drop the beat. Uzi, yeah. Yeah. I sold my soul for chrome while mixed with car. Yes, I'm splashing in fashion. I can't take no loss. I rock Junior on wannabes. I got no heart. I put endless the denim on rims on my.Republican doctor、yeah. Made my ass great again, my God. Know you mad now, aren't you not? When bitches test me, you get mad. 不知道可不可以、啊、我先I got a child.
nothing if my name was Natalie Nunny. Bitches still couldn't chin check me. That spirit to Chanel, they ain't nothing to see. Bitches on TV channeling me. Have a joke about babe, I'm in Zoe landscape. I'm red movies, so trendy. Up a door, knock your earrings in Fendi. Then stamp the trench coat Burberry. With a C-O-M-P-E-T-I-T-I-O-N, don't see any. Sitting on the stars in the city light. Carla girl, now it's heaven campaign. R.I.P. Checking with that bird down when I'm in Harlem. My niggas are broke like Virgil. I got that duffel. Ooh, everything we do, you motherfuckers do it too. I be on it to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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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t too. 然后我最后，我换了个这个。为什么就是非要大头吗？没拉不了。现在这个头是不是有点大呀？我觉得。Yes, I'm splashing in fashion, I can't take no loss. I rock Junior on wannabes, I got no heart. I put endless the denim on rims on my car. 我这样子先拉一点，这样子吗？我怎么来确定？确定不了。好，这样。哎，我怎么确定不了？上传图片过大了。等下不发原图，我试试。MICJC messing with my rear view. No, I don't feel like me. Girl, if I ain't got you in my t-shirt and my ride, running circles in my mind. Couple billion in the world, baby. You're the only girl in that picture in my pocket. On my cell phone when I lock it, it's all you. No lie, baby. You're the only girl in my okay.不过这种拼接的我又不太喜欢，算好像这个换之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再换视频。该审核的。就是好像他跟那个改公告一样，要中间隔段时间才可以改，对，你改下去还不行，还不太行。应该可以过，我这种大头的应该没啥。凡凡直播间的音乐好听，爱听。是不是呀？咋可爱？反正一个上个视频，就我很久之前的。你觉得社死？我觉得社死，我觉得应该会社死，因为我看以前照片还好，但我听我以前讲话，我觉得很怪。你以前做的惩罚，惩罚你干嘛要发给我？你让我再悲伤一次还不够吗？
小凡，悲伤一次还不够吗？我怎么有点糊啊？我觉得。我这件事儿怎么那么多呀？我发现我自己。时光变迁，好像没人能幸免。留言册也忘了留言。我来看一下，放在众多女主播视频里面。喜欢我吗？我曾问过你吧，你回没回家？纸条拆开了吗？好找我自己。我们都很傻，傻到一起相信永远会到达，你在微笑吗？甄嬛那句话什么话呀？有牵挂，我来录可以。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有时一年盛夏会偶尔想。哎，我怎么找不到我自己在哪里啊？在这里。哎，我觉得太明显了，太不明显了，感觉。学会了隐藏自己情绪的办法，是吧？在众多人里面，你们会一眼看到我们这人都太妙的。好像一眼看不到我，很明显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啥节目啊？查房？不是，三毛哥，你没有觉得我自己我换了个封面吗？你看我换了个这个，他们排的第一就很好找。刚刚听你说真的假的？好看吗？你觉得？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有时一年盛夏会偶尔。好看吗？看了。你还有遗憾吗？为什么不说话？我真讨厌。我怎么看到别条啊？学会了隐藏自己情绪的办法。你怎么发现我知道？默默守着电话，心里的泪一直下。那是耿耿于怀。嗨呀嗨呀嗨呀。嗨呀嗨呀嗨呀。刚才他过生日是吗？我们俩玩点什么？玩完之后我下班了。随便吧，开局了你说呗。嗯，就是说。继续我尘埃落定。玩一个浅蹲吧。啊，我们踩单车吧，我好想。对。可以。我是凡子的黑粉。没黑粉也没有真爱粉，你就是烘托组。我们开个局吧，白羊能给我开个局不？白羊能给我吃一口吧，白羊。谢谢琥珀的战斧卡。我也是黑粉，我觉得之前的好看，那我多吃点。那我多吃点。我现在就是瘦了，我从那个。从98斤吧，我瘦到95.4了。衣服还是会往后掉。Best friend。刘星微胖，我不行，我要是微胖，我上镜会嫌我胳膊粗，你知道吗？就我现在很瘦，但我上镜有时候
他们用那种很高清的相机拍我，就是横向拉展的，我就是会横向拉展，就是我本人会胖个 1.5 倍这样子的。对，怎么说，穿过后妈裙没有穿，大家都喜欢穿的东西我就不是那么爱穿了。我这人不太喜欢跟主流。对，我这人不太喜欢跟主流。就是我知道那个，但是我看很多人拍完之后，我就没有那么想去那什么了。没有，他说是那个黄色站旁吧，我没有。就是那个黄色战袍，他们就前段时间嘛，最喜欢。你在犹豫什么呗？别犹豫啊！不是那个黄色战袍吗？那后妈裙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包裹性很强的那个连衣裙吗？啊，三个哥他们讲的就是那种包裹性很强，然后就是那种粉色吊带，然后可以显胸又显屁股的那种。哎，我发现我的头发老是长不到像白花那么长，因为我每次稍微长一点我就被剪短，每次只能到这儿。你真的，你头发是真的还假的呀？啊？你头发是接的还是自己的？自己的头发呀。那不就得了，我自己短头发也挺短的。你是接的呀？我接的。哦，我已经很多年不接头发了。哦，我觉得你的发量够。这样子不白。哥们已经去百度。因为我不再剪短头发，我就不用接头发了，一次性给它熬长。你头发还行，我头发是长不长，然后就会比较细，有点软塌，这样子的。有点软塌，然后就不好做发型啊，我就喜欢这个头发。嗯，要，谢谢啊，谢谢我们三文哥送的水晶鞋、啊哎、还有钻戒、啊、谢谢。哎呦，谢谢三文哥。刚才那个黄色衣服，我想到一个什么经典名句：淡黄色的裙子。潘多拉十连他不出高跟鞋你知道吗，潘多拉十连他能出啥东西啊？顾多你知道吗，推塔了，我忘记这件事了。我放歌宝仔、嗯、我放歌吧，他的歌我多人听了好多遍。这歌你多人上老在听。高跟鞋又可以出不了吧？哎，四个奖出不了哎。I'm about to run.
但是这首歌今天山水唱的真的很。不可以，诚实最多出两个差火，诚实最多出两个差火。你们概率太少了吧呢？大家有没有再救一下我的？欢迎 S 哥，我们只需要一个平台箱就可以了。凡凡，我好奇个问题，你先别好奇，等着把 PK 结束你再问我行不行？你多好久没有给我打卡了？才100能出三个婚礼，但感觉比较很难，甚至我都没有见过。是不是他们一直在囤？哎，就他们包包每月都是会有幸福券的东西，杂蛋好像就基本上包包里面的东西，哦，杂蛋他们喜欢多人出杂蛋，这样子会出东西多一点。单皮好像哥哥们很少。是个黑粉吧，我觉得他好像黑粉啊，他真的很像黑粉。你们完事儿，等着把 PK 我给你们看一下，他给我发了个什么东西啊？凡凡是不是该下播了？我该下了，我跟你打完我就下。这么劳模不适合你啊，不符合你的人设。他笑了。没有文在指着我的，你不要笑啊，星辰。可以推，推。你要我那个头像，我来一会儿给你发过去。OK， 你发我那啥。好的姐，我带了。你他刚刚是不是刚出去一个超火呀？超火哥，我找了呀。行，拜拜。我找到过我以前好抽象的照片，很抽象，我给你们看一下。他说没有找到后妈群，找到我以前的这个照片了，真的很抽象。好黑好黑。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是被封的时候吧，然后我那不出去嘛，然后头发特别长，我也剪不了。这个还不算太早的，他们也不在。好，我撤了哦，我
车了哦，家人们，拜拜。把磨砂波波了，你们自己去分享吧，我就不参与了。小飞舞告退，拜拜。